这老天，女孩子啊，男孩子们注意点啊！现在女孩子是有为了来借你刚做的哦，刚做的啊！这老天要干仗的话，你这老天，跟你说，这男孩子脸上不得刮大伤吗？啊，来，先介绍吧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河北武安的。武安的，就是本地的啊。年龄？29岁，至今未婚。嗯啊，然后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？哎，你拿话筒呢？就是普通职业，就是打工的。哦，打工的挺好的嘛。现在我也在打工，我给你们打工，不一样的啊。啊，你想偶遇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他呢？大声大胆的说呀啊！找一个也想结婚的，然后踏实过日子的。哦，奔着结婚来的啊，然后踏实过日子。年龄在多大？年龄可以说不限吗？这个分人吧。哦，年龄不限就行。不太大，那50岁以下的呀，你能接受吗？35岁以下。对嘛，还是得有趣。35岁以下的未婚的啊，别的不考虑，人家是考虑第一感觉是演员是吧？有演员的，然后才能处，是不是？来，有没有像武安的姑娘走来的啊？35岁以下的，你多大了？32。嗯，啊？他说了 no。 来，后面的你们踊跃一点嘛，人家是真啊。哪个那个呢？你吗？就那个穿白的那个。哪个？李邯丹。哦，邯丹人。对，应该去。他是武安人啊。你年龄多大了？15年。多大？29岁。哦，那你30吗？他比你小一岁。哦，29岁嘛啊。你现在什么职业？干什么工作的？啊，在亲戚家那里啊，就是说你们这家族企业是吧？啊，哦，他是邯郸的，你是武安的，小伙国老师啊，肯定是性格比较稳定啊，还有点成熟内向的那种。嗯，个子嘛也可以啊。你就不问他别的吗？想问他别的吗？有没有演员？啊？哦，那你说没演员没事儿了，我还可以让他下去吗？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宝贝儿，他不属于你，没办法啊。行，他说没演员，行啊，机会有的是啊，来，嗯。后面呢？来，要真的没有，咱没有办法，只能那个什么了啊。放了这本问书，在河南濮阳上班。河北。哦。济州桥带着两个人。濮阳钢厂吗？是濮阳吗？是我们河南濮阳还是你们？就那么高干嘛？戴帽子的。武安钢厂。哎呀，你就说武安钢厂就得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年龄多大呢？29，你们俩同岁啊，是武安的。这老天多那什么呀，多近啊！啊，你看小伙子怎么样，个子也可以，一老本等的。来，帅哥，看看这帅哥。来，往这边站着。嗯，哎，我叫你半天，你为啥不上来的啊？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好意思呢？啊，你是哄啊？看你长得挺老道的，你还是哄。啊，来介绍吧，多大了？我是92年的，今年是33。33岁，大的属猴，对，算出来了。在名单写了一个人。你为啥？你属啥的呀？属相。哦，属相不对，属相相冲嘛，有这一说法。有这，你们也有这一说法啊？哦，那没办法啊。哦，你看，我让你努力努力走上来啊。没事的，没事，一会儿再来好不好？那就不介绍了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来，帅哥，来，干娘好。你好，来自哪里？山西太原。有太原呀？太原是不是太远了？啊，远不远呀？不远呀。远啊，没关系嘛，有缘千里一线牵。还没介绍完呢。我就昨天去的开封。嗯，哦，昨天上开封了。哦，你去开封干啥呢？抖音上刷见您在这边。哦，又跑到这边了。然后下午刚赶过来。哦，太远了。
那你年龄多大了？属鸡的，93年。属鸡的头，哦，这边光属鸡的行不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嗯。太远了，没事，宝贝儿，等着啊，静候佳音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边还有一位啊，来，帅哥，嗯，我28的，我就是武汉本地的，武汉本地的啊，28的，你属什么的？属牛的啊，我属牛的，属牛的行不？还可以啊，啊，武汉本地的，啊，你什么职业啊？啊，就是在这儿上班的，钢厂上班。哦，也是钢厂的啊，就是你们武汉钢厂，嗯。现在目前俩武安钢厂的炼钢的啊，来，嗯，两个钢厂的啊，他们主动向你走来啊，手举得很高，你觉得，嗯，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啊？哦，再看看，嗯，不好意思，三弟，嗯，溜电话儿去，嗯，电话都给你溜了啊，不溜了，我操你！你说这要是女孩子这样，她受伤的心什么样啊？来，嗯，再给3秒钟啊，3秒钟，有没有喜欢我们家这个三姑娘的？有，来，有，又是那大叔不行，你是网红，嗯，喂。你来看一看吧，啊，这个你举手来，你要不你看看行不啊？他也挺黑的，就是别的没啥，就挺黑的，怎么样？啊，那举手那个，他是晒黑的，啊，看一看吧。你上来呀，老在那拍手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给我拍手，我让你上，你还跑去上啊？来，看看手印，嗯，他是晒黑的啊。哎呦，这边来了一个了啊，来，话筒呢？先介绍吧，来啊，先介绍。啊，嗯，大家好，我来自邯郸通州，现在是自己创业，嗯，创业者。啊，你看他上来都说，先介绍还是现在？我是90年的，90年三。34啊，单身未婚，单身未婚34，邯郸人。你现在在邯郸什么工作？现在是开了家早餐店。哦，老板自己开的，对，自己开的早餐店，是不是就推了老板娘？对，因为是刚从国外回来，没多长时间啊，才回来1个月。你从国外回来啊？啊，在新加坡。哦，海归，嗯嗯。日海飞，咱也是打螺丝的，嗯，比较接地气啊。从新加坡回来的啊，在邯郸开了一个早餐店，嗯，正在创业当中，34岁，比你大5岁啊，比你大5岁，属啥的？属马。属马行吗？嗯。打属马也不行，啊，属马也不行。加微信如果不聊的话，你想给他加，他就能跟你聊。他是主动向你走的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跟他交往。是没有演员啊？他就刚才上来说，你看有演员没有？没有演员我就不介绍了。他说看你对他有没有演员，没有演员，啊，那就是吧，宝贝儿，啊，没事啊，只要走上来，咱们有机会。来，你介绍吧。来，往中间站着来吧。大家好。我也是本地的，本地的，来，往中间站着，来，来，嗯，谢谢，不是，你不是，有没有演员啊？他是晴天夏天刚晒黑的啊，你就是本地的啊？啊，对对，我93年的单身。就是未婚啊，未婚嘛，单身就未婚嘛，别解释了。93年未婚，啊，93年多大了？31岁哈。对，31岁，你在本地干什么呢？做的那个建筑就是，跟朋友一起做的那个建筑，每个月。啊，搞那个建筑包工的。啊。每个月8-9千。啊，8-9千块钱啊，包工的啊。怪不得你晒这么黑，在外面搞建筑的嘛啊！对，你们武安的本地的，本地也是1万多，以后更多。嗯，
旁边人都说了，你会不会更努力？这样的老实孩子，你看多可靠啊！有没有演员？要不我俩一块儿下去，让我朋友上吧。嗯，那你俩，你的意思你俩一块儿下去交流交流是吧？啊、嗯，啊、嗯、也不交流，没办法。嗯，行，那今天干娘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嗯，行行行，啊、嗯，好的。其实你们真的那什么啊，来话筒，宝贝儿，一会儿再有机会啊，来，嗯。